城市里真的有很多妖精吗？我叫小黑，我也是妖精。妖精为什么要偷偷的生存？我叫风夕，我们是同类，我们都是被人类赶出故土的。那可是红线最强的执行者，快走！你最好别当他是人类。风夕是坏人吗？你分得清好坏吗？那孩子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人类也许不久之后就会凌驾于妖精之上，总有一天我们会无处可去的。所有执行者注意，所有执行者注意，所有人去周边地点，加速人群撤离。开始。好不容易维系的平衡破坏起来。小黑，快回来！可真是简单啊。